觉得不是这个问题啊。iPad 最高也是比较旧的，也是硬盘，但是比较新的时候应该到四。这样子目上都知道了，观看率才上升。现在都没人看了，二十几万看的。这样，这样可以吗？N1乘1万 cross， 这是一个，这是一个 upgrade。1万 cross。你要一万，你定义为一万 cross， 最后再入身上，对，一万 cross， 这样可以吗？这是一个 output， 那就把它加起来就好。好，那第三个呢？第三个就是 identity， 有一个口算，好像很怪。好，那我们现在想问的是，当西塔变成非常小的时候。就是说 ，Rn 路在路顶进来了。这个就不见了，因为这个取到顶进来，一的话就不见了，所以这个这一串呢，只要取到一。这个的话，口塞有点低嘛，但是还是挺准。好，那接着是这个的话比较微妙的，这个会变成几级方程，这就是 minus 已经打在乘以这三这一串，这个坏了，然后再乘以，然后呢，实际上你刚才那一串，我们是先导出有限。但是有个更怪的方法，就是你先写出无限小数，然后把它做一种。那先做什么？先做这个。那这个怎么做？这个呢就很简单嘛，因为它就是 u cross， 就是那个 n cross u， 就是你那个旋转的方向就是这个切线的方向，所以这个它就会是那个。它会是，它方向是 b cross n， 就直接取到一阶无限小，看到吗？取到一阶无限小的话，它就是发生，这个 r 会变成 b cross， 留下一个。这个我先造出来。两边都分解。现在干嘛？这样可以吗？这是什么？这个就是这个。是吗？我说我们这个是指可以吗？这个可以吗？这个不是加一个 B 在后面？对，加一个 B 在后面，可是这里面这个东西就可以化解。到这个东西就可以，这是一个 up， 这也是一个 up， 这也是一个 up。那它在一阶五线小之下，那接着我们再把它做那个做指数，我们就可以回到上面。那做指数要怎么做？假如你要旋转一个有限小。就把那个西塔分成 n 份，然后再把它做分式，然后让 n goes to infinity， 所以说这个东西就会变成 exponential。就是你把这个东西拿去做。Exponential A 的定义是，就让比它不低，它也会等于，
以说这个东西就得注意到这个东西它是不是 x 就是乘这个定向，那你就可以把这个向量写出它的矩阵形，它会是就是上面这个。那反过来说，如果你想知道说沿着一个你最常用的那种，比如说 x、y、z 这种东西，那我们就可以写出那个 u1 cross 这个东西的矩阵。那这个是什么？这个是 i 本身 ，i j k 的 i 去 cross 你的 u1。那 i 的话就变这个，所以 i j 就变 k 了。这个其实就是。一个向量，然后你想要求这个什么东西，那它就等于 i 乘 j 就等于 k， 所以是一乘 v 2会等它的第三平方。这样两边都加 v， 哦，它就等于。外积，那这边什么？这个是第一个 v2， 然后这个是，这个是，然后这个的话，我来稍微重复一下，对不对 ？v2 在这里。所以，第一个是零，这个等于零，负一三，一度，这第一行都是零，所以，然后等下负一三嘛，然后一度，对吧？这个东西，就是这个东西。这个东西，我把它称作那个旋转的直径，还是什么？对。这个东西就是这里的东西，所以我们就可以把三个直径称什么？第一个就是 u1 cross， 是不是减法？如果这个是一的话，减法是什么 ？n cross， 对，是减法，因为 n cross 一这个方向，对它是超出值，它会反过来，因为我们是顺逆时针来转，所以如果是 n 加上 n cross 一的话，它会是超出，所以这个转过来超出，可是我们要往超入，对，这个是负号，就说这个 generate 呢就是负的这个，这个就是 generate， 所以我们就可以得出三个 generate， 分别叫 rx、ry 和 rz， 这三个都是 generate， 那它 generate 的定义就有这个。所以我定义一下 r 等于负的那个，就是我就加负号，加 r 二。r 二就是 r 二作用在 v 身上。就会等于那个 v2， 那这个会变成什么？这个会变成
I 就变成不 OK 了。然后接下来就是所以第一个是负 B 三，负 B 三的这个叫做这个，然后 B 负 B 负加上 B 万加上，这样。那第三个怎么做？上排的。第一个是来自于 K 负 K cross I。K cross 还是来，会变成 K 乘以 S J。K cross 还是 J， 对，负 K cross 还是负。那负 J 是第二个 ，K cross 还是第一个，就是 V U 那个。我猜了，我猜应该是第一列第二。因为 OK cross 就等于那个 OK B1 加 KI 是等于 J 嘛，然后 KJ 是等于 KJ 是等于。好，这是第一个，所以第一行是正一，第二行是负。好，那我现在引入一个符号，就是所谓的基本矩阵。基本矩阵就是那个定义这个 EI 值。好，注意到这边的 I 和 J 这两个家伙都是单位的。如果不是单位长度，这样就不会。那这个东西会等于什么？这个东西就是吃掉第 J 个，然后投影出第 I 个，所以它只会在从上面数过来的第 I 个出单位的流程。然后接着，它是吃掉第 J 个，就是横轴是第一个向量被吃掉之后，这是第一个向量被转化之后会变成什么？然后这是第二个向量之后被转化。第一个基底被转化之后变成，就这样，这一行是这一行是那个第一个向量被转化之后的，那所以说它很明显只有第这个向量会留下来，然后呢留下来之后变成第二个，所以是从上面水过来第二个，所以就是其他都是零，对吗？这个就等于这个，这叫基本，有了这个符号呢，我们就可以很容易把这个家伙写成这个东西，它是吃第二个。吃第三个得到第二个，这个是吃第三个得到第二个，减掉谁呢？吃第二个得到第三个。那同理，这个也可以写成这个，是吃第三个得到第一个，然后吃第三个，也吃第一个。同理，这个也可以写的。哦，那这个就有点，是第几个？第二个，得到第几个？第一个，是第几个？第一个，得到第几个？第二个。然后这个它就是两个交换。那我现在就可以算它的交换关系，就我唯一要算的就是 R1。如何？哎呀，那个不好。
车坡打起来。那个是吧？那个是叫 commutator。哦，按住把子开啊。我来稍微看。把子开掉。R1 乘R2。大规则就是，你看，反正三跟一是一样，所以说它是会失掉。因为这边是，这边显得比较宽嘛，就是二，然后是三，然后跟这个是一嘛，然后三，这个的话会是，就是这，这样。所以这个是谁？负的 R 三。等一下。那这个就融化二三变三二，二三减，所以二三变成三一。三一减一，然后三一再往前的话，变成一二，一二减一，对对对。好，那如果你 define 那个负 R1 吧。这负号给我敲掉了，那负号在这里。其实这两个差别就只是差一个基底变化，就是重新把这三个加上，就是 R 一排、R 二排、R 三排，加出三个新的，那你新的交换模型。那。这个到底跟角动量有什么关系？角动量是满足的，角动量是满足的 ，L 一、L 二、I、L 三，就是这样，是一个吧？那。没有负号，应该没有。对，没有负号。那这个的话，这个和这个有什么差？答案是你必须要找出一个，你会发现这边有多一个 I H 棒，所以你会猜这两个大概是正的。对，假设 L 一等于那个，好，那所以 L 一 L 二这个会等于谁？那的。R1 R2 就等于负 R3， 那负 R3 就丢一个烂板给你，
那这个就等于标上。好，那我们就得到那达的负，那达的负 ，y 是吧？那这件事情告诉我们一个非常有趣的事情，就是旋转的 generate 跟我们可观测量的啊是差异。我再说一次，对于任何一个旋转的 generate， 你把它乘以负 y 去嘛，它就变成角动量的。角动量的交换关系，但是你注意到，r cross p， 我平常用的 l 是怎么样？如果你把 l 想成矩阵的话，它是几维？欸，它是一个力量要。那如果你要把它想成矩阵的话，因为它有两个位置，两个向量的，这就二维的。不是 l 哦，我说如果轨道角动量，那自旋角动量会是有限的。但是 l 的话，你是定义为 r cross。这个东西它是作用在那个所有过函数不作用，那你所有过函数无限多维系，那无限多维系也是由这三个数字唯一的，那你随便取一个表啊，就可以得到一个积，所以它有无限多维系，所以这个写出来它就是一个无限大数，就是轨道角动量这个东西它是一个无限大，可是呢，这个无限大的矩阵。这三个无限大的矩阵，它们的交换关系就会等于 minus i h bar 乘以跟那个 i minus i h bar 再乘以 general 的交换关系会是什么？那我们现在再看另外一个例子就是动量。那动量当然没有什么交换关系，但是动量的单位写成这个会等于负 i h bar 的 partial。那它要等于负 h 八乘以这个东西，那这个东西会不会也是某个东西？我们定义一下这个东西，那个空间频率状态。